宣言，絕食說，在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在這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新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還流，強權高揚，官僚腐敗，大批人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切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政府是我們的政府，我們不喊誰喊，我們不幹誰幹。儘管我們的肩膊還很有力，儘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歷史這樣要求我們。我們最純潔的愛國感情，我們的最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平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們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藏身，到底是為了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我們怎麼辦？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啊！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然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當死亡正向他們逼近，你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我們不想死，我們要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留下祖國就這樣死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更好活著，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當我們捱著餓時，爸爸媽媽們你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我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死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鳥將去矣，其鳴也哀。別了同人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子不能忠孝兩全。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終，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承諾共和國的天空。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的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導。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證明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5月13日下午2時出發，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不是動亂立即平反，立即通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持我們，北京高校絕食學生1989年5月13日。反對！